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杨波，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您分享我的经历，讲述我的故事。我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，移居到悉尼的刚满十年，目前就职于中央悉尼强化英语中学，主要负责相关留学生的事务。我出生于云南大理剑川，是白族。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我很喜欢研究少数民族文化，也很希望让更多悉尼人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。于是我在悉尼成立了一个推广少数民族文化的非盈利艺术团。我们艺术团的团员来自祖国天南海北，各行各业，有留学生，有商人，有白领，有护士，大家的民族也是多元化的，有傣族、汉族、白族、回族。虽然大家都不是职业演员，但是大家却因为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热爱走到了一起。我们会利用业余时间排练，也会参加一些文化演出，比如华新艺术节、华新中秋卫侨晚会、华新新春灯会等，还有悉尼各地方政府举办的各种节庆活动、社区艺术节，包括农历新春嘉年华等。作为文艺志愿者，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化活动来展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增进各族裔之间的文化交流，也希望通过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歌舞艺术，把家乡质朴与浪漫的美带给澳洲这个包容的国度，带给悉尼思乡的旅澳同胞，希望为两国相互之间的文化理解与交流贡献我们的力量。谢谢。